我生孩子是剖腹产，在医院的第一天，因为我老公他那个时候在上班很忙，都没有时间照顾我，然后我婆婆来照顾我嘛。嗯，医生交代的一些，比方说让他打水帮我清洗一下，嗯，他去打了一盆冷水，还拿着一个盆拿着一个毛巾，就这样很嫌弃的，哎，那种态度，我就本能性的往后缩嘛，然后我就说了一下好凉啊嘛，然后他就不高兴了，他就一下子把那一盆水丢在地上不管了，走了，去他姐和他哥那里，包括他亲戚那边去告状去了，说我难伺候啊怎么怎么的，他们那边认识不认识我的亲戚，就是觉得我很刁钻不好相处。第三天吧，我就办了出院手续，我的噩梦就更一步开始了。他那一天当天晚上，我老公拿了200块钱给他妈妈，就是说拜托他妈妈照顾好我，就给我买点鸡买点排骨给我炖汤，结果我婆婆拿着那200块钱往桌子上一搭一甩，让我娘家的妈来照顾我，她没有责任义务来照顾我，只有我照顾她的份。我最后就强忍着疼痛，我就说了一句你不配做老人，结果不得了了，她妈妈就把桌子一推凳子一甩要去撞墙，逼着我老公跟我离婚，打我，今天晚上不把我打死在这里他就要去撞墙，结果我老公扯他妈扯不开，又怕他妈出问题，没办法袖子一勒跑过来准备打我，隔壁的人听到动静很大嘛，他们都跑过来扯，然后就避免了一场更激烈的家庭矛盾。我真的没有打。你是没有打到，是别人扯开了老大，但是你的这种行为是来打我，你难道失忆了吗？记忆中没有这个事儿，这是记忆中。我已经接受不了了，我心脏病都要发了，他现在完全处于一个失忆的状态。生孩子我妈妈没照顾好吧，确实她受苦了。他刚才讲的是不是没有照顾好，而是根本就不是来照顾他的，带着情绪的，是来报复我的，不是带情绪，不是来照顾，请你用词恰当。这个我也很恨我妈，就不管是报复也好带情绪也好，这个我也很恨我妈，就确实是做得不好，不的不好。剖腹产第三天，我就是拎着两包行李又冒着雨，晚上可以说是凌晨的11点钟，我步行40分钟左右找了一个很偏僻的一个旅馆住下了，当天晚上没有，我老公没有给我打过电话。然后到了第二天，我老公一看他妈妈连儿子的尿布都不换，没办法就勉强给我打电话，去接我的时候还说了一句，不是我妈不能哄小孩，我也把你给甩了，你跟我结婚造成了太多的困扰，害得我父母跟我破裂了，我连死的心都有。这他确实也不会照顾我妈，这可能是真的，我妈确实也不会照顾小孩。他刚才说的意思就是说，第二天你之所以会找他，是因为孩子你妈确实没带了，所以不得不去找他，其中之一，还对他的爱还在。后来怎么晚上也不打电话？当时觉得他是堵着气走的，我要是越打打久他关机了怎么办，更没办法了。才刚出院呐，那很危险的。这是我的过错，是我的过错。你不担心吗？担心呐，当时我也不懂，但是我也没生个小孩，我也是第一胎，我也不懂会有什么各方面的危险存在，当时我也不懂，这是我的过错，就是在坐月子方面各方面都没照顾好你，说对不起对不起。面对丈夫当众鞠躬道歉，董女士边沉默边摇头，她不接纳丈夫的道歉，是因为她所有的伤害都是丈夫不作为的结果。当时她刚刚勉强坐完月子，婆婆又来找茬了。28天的时候，她妈又杀回来了，要我们一个月给她出1500养老，给她爸出一个月养老，逼着要钱，说是他们那边的规矩。这一回，小两口彻底被婆婆的要求给难住了。万般无奈之下，董女士想到了唯一的办法，就是逃离，离开婆家，到娘家发展。后来就我们走了。从这以后，你们就跟你婆家那边没有来往了。丈夫到你们老家这边来一块儿生活了。对。在董女士的老家湖北，陈先生学了门钻孔的手艺，夫妻俩租了门面，开起了小店。经过4年的打拼，他们按揭买房买车，日子总算走上了正轨。
没想到自从3年前丈夫跟婆婆联系上之后，平静的生活也就此画上了句号。我们买了房子之后，他非要说把他们那边的人接过来，就是过客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家就一直没有攒到钱，噩梦般的开始。我和我儿子完全没安全感，我们家没有攒到一分钱。他姐来了，他就说你们混得比我们还好，所以背着我打电话找他一个月要多少多少钱。他的姐的意思就是他妈妈跟着他，就他一个月要多少多少钱的工资是作为照顾他妈的。姐姐要给多少工资？3000，然后他妈的赡养费是一个月1500，就逼着他要钱。这个事情他一直瞒着我，没跟我讲。是最后他跟他的亲戚沟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被我偷听到了。伤了他不是我发自内心的，我也不是带着恶意，带着想把随时怎么样的感觉。他现在哭了，你说怎么办呢？哭了，对不起，这方面更让我是受苦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说就这几年你们生活安定以后，他跟你父母那边是没有任何联系的？没有。你自己跟父母那边的来往多吗？很少，平常也是偷偷摸摸跟他打个电话而已。是怕他不高兴吗？是。至于说我姐找我要工资，这个事儿呢是有，当时我是第一个反对。姐姐的理由是什么？哎，咱哥条件好了，你也条件好了，那我这么多年在干什么呢？照顾咱妈呀。那我照顾咱妈照顾完了，我老了出去也不中用呢，你是不是你们两个是不是要给我点补助啊？再一个说的咱妈生病呢，住院呢的开销，你是不是你要给一点啊？这几年就是母亲那边的赡养费医药费什么的你有负担吗？第一次生病的时候给了一点儿，前2个月生病又给了几千块钱，给你也有，平常没有，并没有定期的那种是吧？没有定期的，没有固定的给钱，没有。咱们做儿女的，别人进10分的意思，我进5分的意思，2到3分都可以，但是不能说1到2段，太绝情了，不近人味儿。你有这个责任义务，我可以，我在这个台上说，我当着全国观众面说，你有这个责任义务。是你的事儿，请你不要来道德绑架我，我只需要求一张离婚协议，把儿子的抚养权给我。